消了？没有啊，就是把你叫过来看看你，免得忘记你长什么样子。也对，你记性不好吧？我刚才看你干嘛去了？会了吗？这个呀，我特别喜欢。即使过了十年，你的性格、喜好、口味都变了。或许我们相处起来一个星期就受够了。你走了？没有。哦，工作累吗？你今天想过我吗？不是你说忙，让我等你消息的吗？晚上真要研究病历？当然了。还没睡啊？你呼气呼我耳朵上了，痒。惊喜。